我的天哪，这谁呀？这么大个石头。嘿，上面是谁啊？为什么要往下面扔石头啊？啊，还好没有砸到车。哎，是你扔的石头吗？这石头是不是你扔的？没有，那个不是我扔的。没事，我你怎么你先躲开呀？你先躲开。这上面会掉石头吗？你先躲开，对，这个很容易掉下石头的，这里啊，你先躲开啊，你躲在这里，要不然要掉下来了。那你小心一点。没事，你不要过来。我自己来嘛。没事，我来。小心一点。好吧，快点把车开走吧，要不然要掉下来了。你这木头。哦，木头拿。我帮你嘛。你先把车开走，要不然的话那个的。行，那我先把车挪一挪。哎呀，误会的都没有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误会你了，谢谢你。没事。你扛这么大个木头，我要不我帮你吧？没事的，这个很轻的。这看起来都好像是生的，这个。你们这附近有没有小卖部什么的呀？这个没有小卖部，这里的话，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偏僻嘛，所以呢，对，我就找了好久都没找到。我今天出门没有吃早餐，然后肚子有点饿，想说看找个小卖部买点东西吃。你是想前面去那个？对，就准备说往前面走。那个没有那个小卖部了，而且也没人住在那里。前面都没人住啊，都没人住了，全部都是山上，而且那上面的话都下雪，所以呢那个路很滑，所以你走不了。那不行，我就掉头回去吧，我往山下走。你是哪里的？我是从泸州过来的。那你太远了是吧？那从这下去的话也比较远啊。那你一天没有吃饭了，要不你去我家就是吃个便饭吧。去你不嫌弃的话，去你家不太好吧？没事，我们很热情的。那你把那个车转过来，然后我先把这个扛进去，扛下去。离得远吗？差不多，也不远。不远啊。我先。我把车就停在边上吧，停在边上，然后我帮你扛一个。真的不能提了，真的提的话，那下面那个山上很容易掉下石头的。没关系，我把它停来放在外面嘛，然后我帮你拿一根。没事。你把这个大的给我吧。不用，这个你拿不动。你把小的给我嘛。你衣服弄脏了，这个。没关系。你拿也拿不动。走嘛，走。没事，我帮你拿这个小的。拿不动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。你小心一点。你慢一点。我那我前面等你啊。那你慢一点哦。